是为种种想一点，入无边处空，入无边空一点，空无边处一点，具足住解脱一点。意思就讲，超诸色想，超这个色界，所有的色法的想，面有对象，还是对内，还是对外，哦，无后对内，也无对外，无这个相对的想，不思维种种想。啊！就大行拢无甲想，拢总甲放下，入无边处，入无边空，就是啊，进入这个无量无边的空，啊，一个空。过来，空无边处，啊，说不切这个边啊，切无，因为破掉这内面的对色跟外靠的对色啊，以具足住解脱，你就有这款领略得到，尽灭有对之色想，拢总灭掉这个。有相对的这个色法，不是这色法，就是这个色界想法，这个色心的对。修这个空无边处之形象而成就，简单讲，修这空无边。啊，一边啊，这个超一切空无边处，入无边事，事无边处，即足住解脱。啊，必须准备好些。超一切空无边处，超一切空无边处一点，入无边事一点，事无边处各一点，按你来看了看我，超一切空无边处，就是超我头前的空无边呐、啊，即马个比第四个较高一级吧，头一个是空无边处啊，即马是超一切空无边处啊，入去这个无边色。意识完了无边呐、啊，无量无边呐、啊，啊，色无边处，哎，这事无边呐、啊，那呢，这里，为甚个讲性事周遍法界，具足住解脱，啊，下面讲弃舍这个空无边色，空无边的心，修这个色无边之相而成就，所以呢，他都要讲这是事无边处定，对了。个破掉这个事无边处啊，超一切事无边处，一点入无所有，一点无所有处，具足住解脱。好，先今嘛第六个超我这第五，今嘛我超我这个一切事无边处，你这个无所有无所有处，具足住解脱。就是弃舍这个色无边心，无量无边呐、啊，修这个无所有之相而成就。第七，得个超越第六啊，超一切无所有处，入于非相非非相处，具足住解脱。这就是非相非非相处啦，弃舍无所有心，那。就是讲，咱心肝就是讲无所有，连这个心都要放下。无有明性相，无家己感觉足伟大，无家己感觉讲哦，我修到这时阵足明性的，足光明殊胜的意思。住这个非无相之相，安住的哦，非无相之相并成就哩。啊，安住的非无相之相得着。第八，是依照有定力，就是讲三界上界观啊呐。第八就是修到三界上界观，上界观啊，最后这个阶段，一灭所有所产生的这个心，所攀缘一切啊、哦。所以讲第八讲超一切非相，非非相处。立享受灭，身作正具足住解脱。把笔拿起来啊！你这样，我就叫你点嘛。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一个点，入想一个点，受一个点，灭一个点，啊，身作正具足住解脱一个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入去这个想
也灭掉，受也灭掉，哎，灭掉这个想，灭掉就得了一些个，灭掉这个受的是前五世的感受，就是灭享受，灭这个相，灭这个得了一些的分别心，灭前五世造业的这个门的受，所以的灭享受。啊，就享受灭啊，身作证具足住解脱，就是身躯只要去做证明去试验，而且安住第一阶段啊，厌舍受想，就是啊，厌离啊，厌离啊，下开这个前五识的感受，搁得了意识的分别，入灭一切心，心所法之灭尽定，离别，离去这个一切心。一切心包括八色，就是包括一切心，把它拿起来。心就是八世心王，心所五十一个心所法，将来会讲到白法明门论。好，你想下去，一切心就是八个心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也是。为什么讲心王呢？王。为什么讲心所法呢？就像大臣一样，有这八识，伊都有爱，都有恨，都有执着，都有贪心，所以心所就像大神啊，定伫地里国王的边啊。心就是心王啊，心王就是咧发号施令的呀。啊，第七个，第七一些，第六一些讲，哎，这分别，这非真水。第七一些讲，哎，慢等哎，哦，安尼就造成一个贪，这贪就定定地里的八识。里面，所以心就是心王，讲八意识，眼耳鼻舌身意，摩那斯阿赖也是八识，对吧？心所法就是五十一个心所法，心所法就亲像大神，定定跟在国王边啊，国王来讲个你起来，吼吼，今麦这个第六意识分别，第七个执着，我爱金银财宝，这贪就造出来啊。啊！你阿起，提到转来，就是这心的贪心啦、啊，定伫个这八识内面，配合这个八识的作用，啊，分别啦、执着啦、贪啦、爱啦、嗔啦、嫉妒啦、恨啦、骄傲啦、不满啦、爱恨啦，吼、哦，啊是讲拢总伫个心所法内面，心所法内面，大家别法的人拢知，哦，伊这心所法。是灭尽定，灭尽定，弄个灭掉就对了。初中正能者是以初禅跟离禅，第这个比较明显的色的贪嘛。第三是以这个第四禅修这个清净观，是以无贪为性啊。哦，啊那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呢，是以处于数无色。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数无色，无色界的着，一定现为定现为心为性。第八是以有定力，有定力是三界上界观的，以灭有所缘心，所盘的心为性。由初头两个是各分为两，第三是分为四，合起来啊，八圣处出处。中阿含经卷二十四，大印经记下论卷二十九，品类足论卷第七。哎呀哈，听有啊？大家拢无啥问题啊、哦，这看起来真有智慧，这简单啦、啊，这无啥困难。无安尼讲无法度。好，一面啊，看112页，112页啊，讲具足三明八解脱啦，受八种的定的八解脱啦，灵破五通的外道啊，一面无疑解脱罗汉者，因中伫咧受缘念处观慧，缘念的意思是讲。对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
伊拢会当通达，决定无疑啊。灵破微德啊，外德啊，这韦陀跟我们那个韦陀是不一样的啊。哎，这韦陀跟那个韦陀不一样，这韦陀外道是世中啊，是韦陀点，这是世间的他有智慧的切啊，他的有智慧。这是韦陀啊，就是婆罗门教啊，东西啊。你做这款呢宗教的仪式，主持宗教的仪式的人的条件，佮刷落去宗教所用的这贡品、这器具是咧从虾米？哦，你祈祷风调雨顺，所以啊，这素威德就是宗教的仪式器具，伊的主宰、主持人哦，那么伊的目的是欲祈求。风调雨顺，祈求上苍甲咱保庇。就亲像咱即马啊，啊，佛教徒吼，佛教徒啊，就发出领导发起，就用木器经哈，啊，用什么经典啊？要安怎祭拜？有什么仪式啊？咱念佛的动机目的是要从啥？这素韦陀就是咧讲这款物件。三种的罗汉，好像有讲过哈。非解脱罗汉、古解解脱罗汉啊、古解脱罗汉、无疑解脱罗汉，三种的罗汉，修因正果啊，彼此不同。金经典伫咧讲，解是大阿罗汉者，决定是无疑解脱，故名大呀。112页最后一行，解由本是发心大事啊，是作声闻。净处不思议法，故名大呀。讲，这就是开机显本呐、啊。哎，什么叫做开机显本呢？这就是讲，即开即显本，即就是这四点人伊是实现这个修行的阿罗汉。根本呢是实实在在，伊唔是小乘阿罗汉，伊是要帮助佛陀去宣法。本来伊是发心的大师啊，发心的大师就是证悟着佛的发心啊。大师就是这大菩萨啊，安尼实现啊，这新闻哦。所以咱咧讲讲观音大师啊，观音大师啊，啊，观音大师。也是佛过来，所以处是开积显本，本就是九弯过来，九弯夹来。这大阿罗汉拢唔是普通的人，为是佛来，啊为的是大菩萨来，所以处是开积显本，以解释这个大。由此阿罗汉欲积，即是声闻。积就是一即世的人出世伫印度，地佛出家，修素体，修的因缘法，证的即个阿罗汉果。即讲好的积，就本呢是发心大师。发心大师即菩萨的别称啊，因为啊。破无明，见即个发心，是大乘之事呀。所以来实现这声闻，是稳重着伊发心啊，大本啊。啊、哦，因为这发心大事就是伊的根本啊，啊，大本啊，是做实现做声闻小果。比如讲，舍利弗，有舍利弗，个舍利弗，弥陀经拢念即句哈。所以过去已经进入金龙佛位啊，金龙佛位啊。所以在大阿罗汉不是普通人诶，那我讲佛经伫咧讲啊，讲这舍利弗啊，来到佛的内面啊，七天贯通三宗十二部经典，七天啊，我咧总经看一摆。
我爱用五当啊，五当啊，佫无一定会通啊。看两摆十当啊，等于七工啊。啊，下里佛七工的上所有经典的通达啊，这毋是普通人啊。苏菩提，金刚经的啊，或者苏菩提，那是清凉道佛。清凉佛呢？青龙佛过来，解空地呢？因为啊，十方三世拢是安尼，一尊佛会当实现一尊佛来成就，未使着一个世界未使有两尊佛的，会乱啊！就道家出诸旁啊，各法四座，净处其名念佛啊，不思议之法啊，故名大义啊！盖众佛转轮，功力临天，各为众所知悉啊！啊，地佛啊，转这个法轮，大大来利益临天呢、啊。所以叫做众所知悉啊。相就表这个位啊，啊，是阿罗汉的位哦，这是赞叹也德行啊。是大菩萨的德行，地佛转这个法轮，依从佛所转的法轮，摄灵大佛弘化，转妙法轮啊，法一轮清啊，就两种意思啊，啊，所以啊，过去人咧讲一句话啊，若意啊。逃离无间义啊，莫忘如来正法轮啊！讲什么人最上当？你敢知？什么人最上当？你若想要无想要落去这个无间地狱啊，莫忘如来正法轮，就是看到一个法师咧宣法，就千万唔当诽谤迄个法师。伊咧所讲的法，你都唔通甲诽谤。那只要伊是正法，莫忘如来正法人。我即卖咧说法，是大佛的讲法。那无想要落去阿鼻地甲无间地甲，你就唔通诽谤。莫忘如来正法人。这经典写个真清楚，早暗离去，你破戒的人。你七八关在界，十时高下啦，哦，偷摕人物件破戒啦，哦，邪淫啦，把打击妄语，你过来打八关在界，这戒体还佫法度清净，佫有法度证阿罗汉果，忏悔佫有法度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也佫有法度重品重生，破戒啊！五逆十恶罪，也阁有法度求忏悔，干那诽谤正法无法度。你去看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不孝老爸老母，过去做唔到代志，杀生偷盗邪淫，这拢有救，呵呵，拢有救啊！干那一种人无救尔。诽谤三宝，决定去掉 cancer， 戒掉了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做什么业，拢有求忏悔一对，只有一种人，谤佛、谤法、谤经，这保证未往生极乐世界，保证。无量把这无量寿经，你拍开看麦，看内面安怎讲啊？所以，我十箍藏九九袋。就是讲这个嘴，这个嘴真正，这再三交代，就是这个嘴，这个嘴啊，这都唔通诽谤。好的报恁行，歹的报恁撇，爱听老心仔的话，安尼就对啊。哎，所以啊，这个你杀死一个人哈，是解决伊的性命，你。诽谤三宝，众生听到，
奉这个转法轮的法师，这个法对法无信心，一转就金以后，不是断这个生命，断慧命。咱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身躯的命，一种是智慧的命，叫做慧命啊。迄个慧梦三宝，和众生失去信心，是断什么命？啊，断慧命啊，这未得啊，这是生生世世一样对三宝，佮一粒慧梦三宝，伊往第二慧梦三宝，囊中归旁，如何讲？生生世世出世伫个边地啊，未出世伫个中国。这个中国其实有佛法的所在，叫做中国；富裕的所在叫做中国，不是中华民国啊。有佛法的所在，吃清淡免烦恼的所在，就咱这个所在就叫做中国啊。因为诽谤三宝，生生世世出世伫倒一条嘞，地角去轮转了，哈、啊，落去出世这个精神，而且精神哦，佫真歹啊，无人要甲换，就是蛤蟆国的赖皮国啊。长脚长手的狗来，伊个狗来连人看嘛，无爱甲看啊！因为诽谤三宝的业真重，为地狱出来变作精神，啊，精神了出世做男人，出世做男人袂当出世伫食清免烦恼的所在，出世伫只非洲，规个乌噜噜安尼，规身骨拢乌噜噜，中文阁唔捌，英文阁唔捌，看经典拍开，拢总唔知。所以讲，美国人来，我就甲讲啊，美国人来啊 ，You can follow me. So, 阿弥陀佛啊，伊在问讲 ，What mean is 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是什么意思啊？我讲 ，Long life and be long life， 生命很长的生命，这个叫做阿弥陀佛。那伊在讲啊，伊在讲，哎呀，这个。美国人吼，足困难嘞。Oh yes, America cannot speak Chinese language,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learn the Buddha. 因为你中文唔捌，所以你无法度学佛。You cannot learn the Buddha. 你无法度学佛，根本就听无嘛，外国人啊。哦，所以讲出世伫中国的人哦，福报大。真正出世中国好不好？印度的佛法浓灭，印度六百年前都无佛法啊！生活伫个真痛苦的世间呐，干那食都无法度啊，食个真麻烦啊，真痛苦啊！干那都佛法伫台湾，食穿大无问题，轿车、电话、冰箱、灭度，佮捌中文，中国佮基督大乘的佛法，你看出世伫台湾。有多困难啊，真正很困难啊，真正那美国来我讲了他都是真正的，我讲啊 Chinese language is very more difficult， 中文是非常非常的难啊，哎 not easy， 你是不太简单啊，这样子 is very difficult， 很难的，美国人听不对，所以讲在这注意，恁爱吃，咱爱真欢喜，欢喜咱今仔日出世伫台湾，出世做中国人，捌中文，经典拍开，个文言文，个逐日拢看有，对。咱各有来学佛，中国人2000万，台湾2000万，学佛的人，出家人差不多有20万 ，BQ 差不多有5-6万人 ，BQ 呢差不多有10几万。出家人，台湾的出家人了，就差不多20万的出家人啊。那么这在家基数号称300万，佛教徒300万，真正正信的切起来无60万。即马最近啊，大家听着书的录音带，我呢一直甲写，神佛啊分得清楚，无较早大家嘛讲有喙手的是佛，伊分也袂清楚啊，分袂清楚。所以一直分这个神道教的、基督教一贯道的，吼，哦，这是什么正，什么是邪的，啊，分得清楚。什么大家拢按西方三圣，最近才开始佛教咧兴啊。所以今仔日咧，做事就上大诽谤，就是安尼。哎，伊就唔原谅咱，这外道唔原谅咱啊，一直甲咱侮安尼，哈。因此啊，注意要珍惜今生今世，我无甲你骗。
珍惜今生今世的。我后摆要做一个迄个名册，一世代拢要地师傅的工堂闹活动的拢要来，新闻就搞出来。啊，百岁年老回向，真正，要那一世代拢要地师傅无话讲，要那，迄个三七五的三不过时来，简单的，简单甲念两句啊得。因为一世代人个顶无提名写嘞，身份证交出来，点名，百岁年老，49天啊，念佛甲回向，真正啊，讲真正啊，呢啊，迄顶无提才来啊，安尼顶有提，对不起，安尼迄个三不五时啊，就画龙点睛安尼点一个来，用凊彩了，用凊彩，伊讲，树立分别心，唔是，就是鼓励大家。合法修持，合法，果嘞，果嘞啊！哎，所以讲要注意啊，要好好把握，把握现在啊。因此啊，注意看这个113页，摄灵大佛弘法，专妙法轮呐、啊。法一轮清有两种意思啊，譬如两字第一轮呐、啊。有推年之功，以前我看这个年看不到，哦，这推年的功夫的意思就是压下去，让它平啊。以前，如果当这个时候，我做孩子的时候，都带我妈妈去画这个圆啊，画这个圆啊，你知道吗？以前有那个石磨啊，你听过吗？反正用一支那个来，圆，乖。钱关安尼哈，啊无迄啦，迄啦安尼一桶啊米吼，吼啊着点啊等，啊因为石磨啊有限点吼，石磨啊有限，啊大家拢用一卡桶啊点啊等，啊一摆米一杯吼，你捌看？一摆米一杯，恁可能做囡仔捌看啦，像阮这只老捌看到，年纪较大人捌看到啦，啊即摆拢话机啊咕咕咕，啊一看到囝就 OK 哦，啊较早要食一碗圆啊是有够艰苦的，你知影？要不钱关钱关安尼，啊你关两声等等，只一点啊尔。你听慢点，这科学的去发展哦，实在是足方便的。哦，从咱人所有的为着要食一圆仔，你看无外久，哟，呀，为着要找这甜粿，点的遐，我有一摆甲阮妈妈问讲，外久会熟？真正未熟，哦，叫骂到臭头去，切到叫青果去啊！嘿，这足奇怪，我也想无。按照你车顶个，迄袂使讲话，我都想无咧。你要讲无影，真正无识个，真正无识个，真正。啊，车顶个佫袂使念字。啊，你囡仔爱食咧，讲妈妈唔在识无安尼。啊，你囡仔拢乌白问啊。所以，那车顶个拢将一寡囡仔关一边啊，你敢知？即嘛唔免啦，即嘛人车边的来，烦恼有识无识啊，从车边的来，哎。现在的人的生活哦，想起好去啊，真正想起好去啊！啊，古早的生活是足艰苦的，若要去一摆便所就有够烦恼的。迄便所是臭啊，迄虫啊是安尼尿尿酸。所以讲我看到这个推磨吼，年啊推年吼，你想着这较早的人是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的。哎，所以初世烦恼故啊，初的烦恼。迷失烦恼，拢个念平，法轮有这款意思的对。二轮有运载之意，就从此岸运载到彼岸，此岸就是凡夫啦，彼岸就是圣灵啦，啊，法能运载众生啊，这个法啊，一旦运这个众生啊到那边，为这个凡夫地啊到这圣灵地。地灵大转法轮，主客公理临天之众，为众所共知识者，就大家拢了解伊个就对啦。哦，为大众所共知共识个，文明就知啦，文明叫做知啦，见面叫做识啦，啊，这是第二讲表位。探得探定啊！东诺舍利弗，
模糊目见念，模糊惊摄，模糊惊瞻言，模糊故喜乐，离波多周离盘陀揭，难得阿难得，乐休乐，教还菩提，宾陀如婆罗对。哦，我读无啦，这台语的写读无，真歹读。听刘陀语地主，你唔要读个台语的吼，这真歹听。嗯，长老舍利佛，啊，这是地位第一啦。啊，那么这十几页后边拢解释个真清楚。啊，这解讲得啦。具尊故名长老，德行那就是出家一年叫做一那，啊，十年叫做十那，三十年叫做三十那，所以这有身那，有戒那，身那就是讲出家，那么看几当叫身啦，戒啦，就是讲一修戒，修偌久，受戒啊，有几年。还有一种叫做法啦，不是头发的法，是《法华经》的法。法啦意思就讲啊，伊这个人是天台宗的祖师，一代传一代。啊！伊接到这个法，哦，接到几年叫做法啦，啊、哦，那么所以啊，这德跟那具尊德行有够，出家个故，具尊呐、啊，故名中诺，心住尊者，声闻众中。地位第一，心住尊者来讲，舍利弗啊，这在声闻当中啊，地位第一。目莲尊者，神通第一。这个目莲尊者，真侪人拢参地藏王菩萨，分唔到伊。目犍连尊者是出世伫印度，参佛同时在世，比世尊较早往生，是确确实实有这个人。地藏王菩萨是无这个人，是佛祖甲咱介绍的。你阁是讲咱中国的九华山，迄也毋是地藏菩萨，是因为讲伊的行为。佮亲像地藏王菩萨来实现，所以大家拢认为讲，啊，九华山迄就是地藏王菩萨，啊，浙江普陀山迄就是观世音菩萨，迄是后来人就认为讲，哦，安尼实现就真像地藏王菩萨，啊，是韩国的一个太子来到这，啊，金桥节，啊，伊来到这住这九华山到九十九岁时阵造化，骂心不坏。马心不坏，今嘛马个地诶，九华山啊，那么大家都当作伊是地藏王菩萨。啊，事实上地藏王菩萨伊无来到这个世间，地藏王菩萨是佛给咱介绍这本地藏经，伫诶弥勒佛降生以前，这众生拢要靠地藏王菩萨来解救，所以来讲叫人唔能拜地藏王菩萨，引导转鬼吼。这个人吼、哦，实在我唔敢讲、嗯。啊，这因果哦，这实在是足大啊，真正，这实在是足大诶。这无论讲咱今仔日修行人，无哪爱拜地藏菩萨，你敢知？这地藏菩萨不管是名扬啊，名扬、勇敢、阴敢，拢总是大家所尊重的一尊大菩萨啦。换作叫人当拜，这样、哦。所以讲，这恭敬恭敬哦，注意你爱注意。将来你若年纪较大，学佛较久，讲要去外口弘法，
我那爱真注意这点，哎呀，唔捌的唔通学白讲，真正。你到尾就参地藏菩萨法的观同款，我不入地，谁入地？那是两种是无同的，因为你是作业落去的，伊是愿力过落去的啊。所以这个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啊，地藏王菩萨是副介绍呀，这是无同人啊。印光尊者，这是摩诃迦叶。这印光主持啊，在无量劫以前啊，伊去看到一尊佛像破一空，一金仔粉叫落去，伊发一个心，就那甲补好一好，甲那补一空啊囝尔，佛祖像安尼一空啊囝尔，来补了，感应到几十劫身躯有光明。一点啊，尔尊求佛的金身就对。可见这个尊佛像，互人拜，看功德偌大。哎，咱即马才要画三尊大尊呢，为下面画到关顶，临命终要接引的吼。哎，西方三圣两三尊的迄款尔呢，徛哩，因为咱往画细尊的观想无呢哈。我现在叫一个画佛像的，真大尊。啊，画这真大尊吼，要大家出钱。好，袂使讲啊，我师傅拢包，拢包啊，啊，安袂使，啊，大家出。啊，不过这大家出嘛是真麻烦，啊，300-200斤吼，斤到今嘛也无够。啊，啊，有人发心一拜提个了啊，这拢有优缺点啦。这印光尊者就是有去装这个佛像。身躯拢有光明，咱来讲讲徛歇啊，受苦行第一个，就传佛的心印为初祖啊，啊咧达摩祖师啊，就是传的28祖啊，偷道行第一，偷道行第一啦，不是偷摕人的物件，偷道就是苦行第一的对。食真歹，大凊彩大安尼苦行第一。文殊尊者是婆罗门经《论语》第一。啊，这文殊尊者就是摩诃迦旃延呐，这是婆罗门呐，《论语》第一就是《金刚经》经呐。大师尊者答问第一啊。摩诃拘迟罗，那个一个密在一个西，那念着吃，白吃的吃，那个音呢是拘迟罗。答问题，你个问一谁？你个问一谁答？这大师尊者啊，是舍利弗的阿姑啊，无姑啊，舍利弗因阿姑啊。来，星宿尊者。因老爸老啊是祈祷，所以出世于星宿尊者离波多啦，无道乱第一啊。俱道尊者是周离盘陀切啊，这根基实在是真差，这周离盘陀切这根基真差，佛干那教一句基鸟，修足久的到尾也开悟呢。正的阿罗汉个辩才无尽啊，义持第一啊，义持第一，专心的修得的掉。彼尊者，那你讲难得啊，佛的亲修的，义勇第一的，听讲参佛啊，用要同款，一模一样啊，是差比佛较细汉啊。阿难德就是庆喜尊者，佛之堂弟啊，复为侍者，咩啊？啊，就是这个佛的使者，参佛啊，我那行者一模一样。阿难德，德文第一的，德文第一的，下面
藏尊者一探鸟珠啊，空去让探六天，伫个妈妈的肚内六年才出世。富藏尊者，佛的太子，密行第一，就是伊咧修行行，无人知，干那佛知影尔。牛氏尊者，哦，这要注意，要注意啊！宿世恶口，嘿嘿，宿世恶口啊！啊，咁用咧食饭的时阵，即食物件的时阵，像牛咧剥，你敢知？牛咧剥，唔是上下哈、啊，牛咧剥啥呢？安尼。牛的布就是安尼磨，安尼牛的布，所以生生世世伊做这个恶口，灭这個修行人，哎，未得的，但是伊种下罗汉果，但是种下罗汉果，也果是，你嘴吼，食物件呢，速速叫安尼，像精神在食安尼，哎，唔通恶口吼，注意唔通恶口，甘处依报。修得天供用第一啦！啊，因为伊伫咧说世间的时阵哦，用间的时阵呢，佛惊伊人甲笑啊，做口业啊，甲怎甲送去这天顶啊，天灵甲供用，所以叫做修天供用第一。不动尊者，这个不动尊者就宾陀如婆罗多，婆罗对啊，宾陀如婆罗多。在救助世间，用这个末世众生的供养是福田第一啦，福田第一啦。啊，这是为着一个钵啊，为着一个钵啊。哎，后边在讲着。后来，黑光尊者，这骑牛脱衣啊，乌甲会发光啊。为佛的使者，教化第一的，专门咧教化众生的。啊、哦，过来，房宿尊者，啊，房宿尊者，啊，这紫星宿第一啊，这就是摩诃结宾那，善容尊者，这是薄居罗，世名第一的。啊、出世了啊，按怎个母都未死啊，死骨都变都未死啊。过来，阿耨罗陀，一个勺在一个兔，那个是念耨 ，n e o 耨，阿耨，有的人念阿陀罗陀，阿弥陀佛的陀。那么因为这款是翻译的物件哦。所以这款音哦，是啊，真歹讲。所以啊，来讲阿耨罗陀三藐三菩提，参这音有没同款啊？所以人家阿陀罗陀，一个勺再一个兔，是吧？我们来念阿耨罗陀。哎，那么这个叫做无凭尊者，无善的对啦，是佛的堂弟。简单讲，就是因全家出家了了就对了，包括因太太啊出家啊，或者因太太、因囝啊出家，兄弟、堂弟拢总剃了了了，拢总剃了了，干那阮家也无人剃啊，真可怜。嗯，佛一个出家了，成都全家剃了了。嗯，也佛的堂弟天眼通第一的，初定上水将。本是法身大师啊，是这声闻为影响众，今闻净土啊，立修功德啊，是第第一西第一西坛，把笔拿起来啊，在第一西坛呐、啊，上面写着中道实相啊，系就是一切，坛就是不痴，简单讲就是一切师。在任何的时间空间都对众生讲中道实相的道理，叫做第一西坛。一听经哦，爱扎鼻，一定爱扎鼻。这听经哦，无扎鼻，我你即摆听到真好听，啊，等下看着都袂起劲，真正爱扎，
以后听经一定要带笔，得到第一义细谈116页之义的理利益啊，是真道损身啊，增加这个道力啊，啊，损心啊，啊，损身就去掉这个烦恼啦，自净佛土啊，生就是烦恼会升起啊，自净佛土啊，主心清净心就是佛的净土啊，复明当机众，当机就是佛对这根基来讲这部弥陀经的啊。啊，讲，此是你上水众上首之名。中老两年啊，是管下下面16个尊者，所以啊，不是干那只一个舍利弗一人。所以啊，照讲是爱安尼读，中老舍利弗，中老摩诃摩建连，中老摩诃迦叶，中老摩诃迦旃连，中老摩诃古毗罗。摩哎，这中老离波多，安尼一直他到落尾，中老阿耨罗多啊，这中国人讲，艰苦，你麻烦了。啊，中老舍利弗摩诃，我跟你一句，关顶一句，下面拢包括在内。中国人是真贫惰，真贫惰。无你啊，原来翻译吼是达古拢有啊，这个。丘摩罗斯的，伊知讲中国人哦，爱简单，愈简单愈好，文言文愈简单愈好。迄、那个中老能力唔免读啊，照讲是咧读骨头啊。所以啊，唔是干啦，讲这个舍利弗啊，一个人得啦，至尊者先得高梦中啦，得当啊，地亲啊，地慧亲啊，这个叫法性长老，有悟性进来啊。若那修改一年叫做一那，孤尼啊，管呢、啊、是7年长者，那人60岁以上叫做7年呐、啊，有人讲70岁以上呐、啊，啊，就两种讲法啦、啊。意思讲啊，70岁以上讲是中老啦，有人讲60岁以上啊，讲是中老啦。所以我离开这中老啊，也要个23年啊，我才算长老释慧力。啊，今嘛也过作债咧，也过23冬咧啊！唔知活遐久也唔知啊，60岁唔对。古家就是病呀，得啦病尊啊，故名中老。初中都有得有那者，也有得你无那者，这拢无算在内，是并无有那你无得者，好无这款物件。哦，有那佫有得，也就是讲啊，出家真久。有德行，下面一个来解释。头一个讲舍利弗啊，身之尊者，舍利弗已经证得阿罗汉果，堪称尊者。身主是念因老母的名，因老母啊身躯啊端正，所以名叫做身啊，故名身就对了。是伊个身躯所生的囝，所以叫做身子。因老母端正，啊，因老母身躯生这个后生，舍利弗啊，那生到这个佛祖舍利阿罗汉无简单。因这老母我看，早就伫西方极乐世界享受快乐啊，这功德太大。所以啊，你若是有后生，哦，想过者，然后7、8个。嘛，送一半的啦，咱讲长咧，真正哈，一住出去，救助升天啊！啊，嘛送一半的啦，啊，那差好唔免，送一百粒。本经称舍利弗，舍利中国话叫做丘鲁，这是一种鸟啊，对，丘鲁是一种鸟啊。因为因老母的目睭啊，啊，其母眼目啊，因老母的目睭啊，灵力如此，就进来，就亲像鸟啊，这个目睭啊呢，所以叫做舍利弗啊，舍利弗，这家一定要注意。在《心经》所翻译的，是翻译做舍利子啊，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弥陀经》是舍利弗。
那么这心经是啥哩主？但是心经咧讲这啥哩主，又搁参世间咱咧拜迄啥哩主又搁无同。经典这个啥哩主是人的名，佛的大地主。世间咧拜这啥哩主是咱人毁坏了后的坚固之主，无同。故称啥哩佛，佛就是主呀，又称求主。新闻中中智慧无能及者，大智慧就对。在老母的胎内面，已经会当即便母口，即便母口就是帮助因老母啊，参别人辩论拢赢。因老母本正袂晓讲话啊，拢讲输因阿舅啊，就是大姊甲小弟咧辩论啊，拢辩输因这个小弟啊，欸自怀有下里佛了，因老母咧讲话哦，拢比因小弟较厉害。你想看，惊死人啊！这囡仔智慧惊死人啊！所以叫做宰胎已经会当即便母口，帮助因老母辩论得着。八岁登座，八岁囡仔。论义无双，无一个有法度甲伊辩论的，对不对？论义无双，八岁啊，啊，咱即摆这八岁囡仔来，顶礼师傅，啊，顶礼师傅一拜，等一下讲，师傅我要饼干，边有饼的，师傅伊要爱食饼，八岁囡仔伊要怎甲人辩论啊？所以这个是下里或者不是普通的人，你是活过来的，难免那么多。那八岁迄个时阵，但我嘛是还搁咧捡菜咧，读小学二年级呢，闽南嘛不养半行，唔知半行。所以七里之内骗得佛法，故称智慧第一。以孤贤一得耳，就是讲暂时。显出一其中一项的德行尔。十六尊者就是咱列出来十六尊，这尊者这中咯，各有偏长啊，拢总有伊的优点就对啦。哦，并毋是其他的尊者都无智慧啊，哦，也毋是讲这舍利弗啊，哦，都无其他的德行啊，毋是讲舍利弗都无神通啊，啊，都毋是安尼。意思就是讲，舍利弗有智慧。那就这十六个来代表，是代表讲智慧第一啦，智慧第一啦，啊，安尼。啊，其他的人嘛是有智慧啊，那是其他的人优点嘛，啊，唔是伫个智慧。啊，过来，目莲尊者，117啊，第一行，神通第一，哎，全部讲叫做目见莲呐，简单讲就目莲呐。中国话叫做采蜀士，就是专门伫个山顶啊，你挽这个稻啊、稻啊类个了，对啦。哦，先人就是伊个祖先啊，入山在修道，所以就采出这个稻啊来食，因是命族，因此啊来号这个这族的名啦。啊，这族的人出家真济，伊模糊能力啊，干字。就是啊，分别特别啦，啊，个差别一下，哎，使叫做大采俗事，叫做大目见莲呐。神通者就是神妙目测，通达无碍。罗汉具足六种神通，得如意通，啊，就是如意所往啊，要去倒一个拢会使。第二个天眼通，远个近个拢看得清楚。第三叫做天耳通。四周拢听个清清楚楚。第四叫做他心通，就知影别人咧想啥物。第五叫做宿命通，灵伫过去未来啊。第六叫做老尽通，就诸老已尽啊，老就是烦恼啊，诸老已尽不朽生死啊。好，前五行，天仙神鬼拢有，必是报通啊。把闽南起来，报通就是先天性，一出世都有。报通就是一出世的物，此皆修通。把笔拿起来，修通就是后天证悟而得到六种神通。
修通就是后天修来啦，不通就是先天性。你像鬼，鬼仔囝出世伊就有通，对，咱人就无法度。呀，天人一出世就有通，咱就无法度。呀，所以这个不通啊，是鬼神天仙啊。啊，那这罗汉这不是，是修通。干那后一种人是圣人才会当得到。啊，言得一家。如紫旗婆之车、范德胜之殿等难以计数，这搭这个根基啊，我查无，所以啊，暂时停。后边啊，若果看到，我再甲注意解释，因为讲唔到，即爱福音歌，而且爱到地讲，唔捌就是我来甲你讲唔捌。我若将来看到，我就甲您报啊。印光尊者，身负这个金光啊。翻译讲，无好假设，假设中国话讲大眼光啊，因为宿舍啊是冶金师，就是专门啊，你用这个金啊混的了，金啊按金啊部金部分的对。有一个病女啊，善车的这查某人啊，来到塔中礼佛拜佛，看着佛的身躯，这金身歹一地。一角角而已，不是整个都派哦，乃是起这念头，我若是有金，当为装饰完好，我这个心愿啊，就有感应。后来呢，行乞当中，捡到一块金啊，就咧乞食咧往本的啊，捡到一块金啊，即欠冶金师，欠的是拜托啊，这个央请个拜托，好。为其垂薄，甲对伊薄，还无提伊钱，不取公价，不取公价，就发心同事佛像，发心嘛，大家拢来装饰佛像。如今以后91劫，哦，91劫，身躯定定有圆满，紫金光色的物件，光吞日夜，这个光啊！金日头，还是月光，日光月光啊，拢从到伊身躯反射出来。故名因光，加以大者，就是参其他的人，参其他徛遐无同。所以你甲想看卖，咱按一角角的佛像91劫，一咱若将这个佛像甲供派去，啊，这做有偌重？啊，你甲倒病安尼想啊，做有偌重啊？对不？118呀！这迦叶尊者是传佛的心印者，这大梵天王闻佛《怪异经》第三卷，安尼讲，梵王来到灵岩山，灵山啊，以金色的钵、金色菠萝花献佛。以金色的这个菠萝花来献佛啊，这个金色的花就对了。舍身为座，下这个身躯啊，当然这个梵天王啊，当然伊的变化啊，伊的变化，反正变一个金刚座，和世尊坐嘛不一定啊，所以舍身为座啊，请佛坐个坐就对了，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顶着拈花示众，就是将一共供养的花摕起来。这人天百万的几百万的人，天人在听经啊，世界王错，大家拢束手无策，看拢无，唔知咧比啥。忽然将突然间将这花摕起来，都有金色陀陀。哎，这迦叶尊者破颜微笑，这是禅宗开始啊，禅宗的开始啊。世尊讲：“如有正法严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金复摩诃迦叶。”接着是佛的心，以心团心印呐，心心相印呐。嗯，这不是乱来，心心相印。佛的心团了迦叶，说：“无有正法严藏，净法。”
眼中是上界重要的，目睭是一切开始，你无目睭你要怎做代志呢？所以眼角比前面较好啊，眼角的业较轻啊，前面的业较重啊。大家嘛要眼角，什么人要，什么人要前面？讲真正，这是讲两种不得已的，选一种，你要选眼角，袂使选前面，选前面袂话真麻烦。选眼角硬乌球，过北中门看有，坐几号伊也袂坐唔到啊，对唔？前面我就吃烂，那耳朵都爱让人看。哦，这是真麻烦，真麻烦，真正。我有正法眼中涅槃的妙心，涅槃是不生不灭、奥妙的真心啊，实相无相。实相就是无一切相，无相的无不相，妙为实相，金复摩诃迦叶。这就是咱啊，我佛传这个心印的迦叶尊者为初祖。那迦叶尊者呢，佮传心印给阿难。阿难是变第二代，哦，历代相传，心心相印，所以称为做心印。心印，过来，这陀陀第一只，陶德第一只，梵语的陀陀，中国的叫做抖擞啊，噶，吸落去，伊叮当，物件就落去啊，以十二行。十二行就是十二种呢，十二种苦行的就抖擞尘劳的烦恼，种只烦恼个尽去杀个。第一，住阿难若，就住伫个寂静处就对啦。第二，上行乞食，食饭用工本的啦。第三，次第时。次第七，就是讲，你化缘的时阵，未使讲，因为当今伊是善人，我才甲化缘，要予伊正福田。好嘅人，你都唔予伊化缘，唔甲化缘。即好嘅人，若唔甲化缘，伊后世的人伊就无福。要么未使讲啊，我都感觉讲，即好嘅人较有钱，啊，我来甲化缘的时阵分较有，啊，即善人哦较善，去吼。安尼甲善人安尼麻烦安尼唔好，伊在咧无钱咯啊啊，唔通甲化缘，未使是次第化缘，就是讲这经不念换这经，这经不念换这经，无不管善好嘅意思，叫做次第起，未使分别善还是好嘅，拢爱照一经一经落去行就对。第四，日中一时啦，一工食一顿啊。第五，节量时啊。就是要节制自己啊，吃多少吃多少安尼。第六，戒中不饮浆，就是连戒饿啊都无这个吃这个米浆，哦，吃这个其他的这个加汁的物件啊，就是戒饿啊不饮浆啊。第七，叫粪扫衣，粪扫衣就是真下贱的，人要偏去啥个？迄破个布，布个破人，迄无爱滴，穿个粪扫衣。第八，淡衫衣，就是只有身上只有五衣、七衣、九衣，三衣尔。是讲三衣的时阵，印度当时也无这款衫。佛在世的时阵，内面嘛无穿内裤啊，所以一个 BQ 的时阵吼，拢爱安尼掀起来，安尼掀起来。所以啊，这个女将啊，啊爱穿这个附件衣，扛起来。好啊！啊！你如将皮肤刺伤，安尼去洗一看一呢，对不？那看到迄、那個，那会看一？所以如将佫加一个附件衣，啊，佫加一个下裙。啊，如将哎呀，下起来。啊，南将无，南将是光溜溜，啥拢无。啊，所以啊，这个佛东西在世啊，这比丘啊，无咧过天桥啊，无咧过天桥。有一摆啊，啊，这个比丘啊。爬去树仔顶咧买物件，哦，要大放光明咯。哦，啊，这个囡仔，大家囡仔拢走来看咯。啊，你看我这出家人啦，看安尼吼，安尼，啊，佛就讲，啊啊，后摆咱咧披这衫衣的时阵吼，咱要爬悬爬阶的时阵吼，哎，小了暗咧，暗咧，无哪会看一啦，哈，伊在内面都无半点，对唔？啊，内真正无半点哈。顶摆啊，有一个
走去挂单吼，寺庙挂单，男团来啊，男团来，啊，这家世照讲是袂使穿咧便所的啊，哎，你去便所吼，安尼穿起来了，装入去，光溜溜入去，出来赶紧去暗起来安尼。哦，啊，伊就袂管是，因为伊男团来，袂管是穿只北团的啊，哦，伊就披着男团的袈裟啊，啊，这袈裟又阁袂使穿咧便所，哦，这麻烦咧，伊就安尼立起安尼，拼入去啊，即摆出来赶紧阁暗起来。人国讲啊，原来中国唔安尼吼，都爱穿只才会看见。哎，就粪扫衣，把扒着淡衫衣啊，得到的总监座。爱去西人大西人的王阿婆去修行啊！啊，练习练习咧，不净观、无上观，才知影讲啊，咱百岁年老，咱原来要来遮做伴。所以在座注意啊，逐天若去坐西人的边啊，若阁未晓要精进用功吼，去遐六十八啊，遐原来命咯啦。有会知王阿婆跋脚吼，较袂叫警察抓到啊！啊，咱这修行人在王阿婆里讲。啊！你来看，有一天咱来到这个所在，啊！啊，有一天诶，咱来死，无相关，啊，死了阁不清净，要受苦刑啊！第十，树下树，哎，袂使啊，有挡风挡雨，啊，伫个树下较坐咧。十一的陆地座，哎，伫土骹袂使出物件，坐咧就是爱坐土骹。哎，第十二。但做不卧，哇，这不要简单。上界艰苦，干那会使坐咧，啊，身躯袂使卧伫眠床诶。那这关绝对无一个有法度诶。十二，在座注意，咱这几项倒一个做会到。来，为第一来看卖。第一，爱住伫个深山那来。清净所在，无人吵的所在，啊，无。第二，常行起时，无法度。第三，次第时，咱无。上最第四，日中一时，日中一时，啊，也过几个高僧大德，日中一时受苦行的。第五，节量时，这咱后来做会到。第六，戒我不饮浆。这咱哪做会到啊？哦、我是讲别人啦吼。第七，粪扫衣啊，目前拢无，目前拢无。台湾太好个咧。第八，淡衫衣啊，哦，这有，这有，干那三领尔。即卖比起，即卖出去人我看，拖几个单，唔知穿着几十领比，个家世嘛唔知啊。但是出正出去人是会使三领尔。第九，总监座，这绝对无可能。干那惊鬼嘛死！讲真正个啊，敢若惊鬼嘛死，倒一个敢走去即个王阿婆遐坐咧修行，对毋？是毋是安尼？本来坐较好好个时阵哦，啊叫，马上现破胆。后壁现在，迄边来我都立定啦，敢若惊鬼伊嘛讲去，这总监做这绝对无可能，树下树这绝对无可能，这是暗大家着感冒，感冒真正。十一陆地做这嘛无可能。这倒一日咧坐时，土到现在坐啊，陆地座，因个深山那来，迄种土啊，迄种落雨拢垃圾的物件，你真无可能。哦，要坐土到上少伊用一块椅仔咧坐啊。第二、第十二，但做不卧，这保证无，保证无。所以这十二项的土土坑，目前来讲，只有三四项能做会到，但是也无几个做会到安尼啊。所以家遐嘛年老，年纪真大，不舍蹉跎啊，也是无下这个头陀心啊。或人民一老，可能也休困。家遐头陀，如果佛占有头陀心，我法求存，果法头陀地。初尊者未证入灭，佛啊，就甲交代传伊个弥勒佛。所以啊，这个。假若尊者来到这个鸡足山，咱这边所讲的差不多云南神这个所在啦，云南神呐、啊。这假若尊者来到迄个所在，迄个山按照大藏经安尼记载，我看大藏经是安尼写。假若尊者行到这个
基督山的时候，这山怎啊避开？内面一个金刚座拢铺好啊！起来阵，这怎啊将这袈裟掀咧？啊，脚盘起来立定，这个这基督山搁合起来，今嘛搁咧挖。哦，这起来阵，这今嘛搁咧挖，无死，啊无立这盘。这是宇宙当中世间生命最长的一个人。没等，等个，今日做咩？等个弥勒佛，经过56亿7000万年了后，这个今日尊者怎现身？来到弥勒佛的时阵，向虚空射三人，转三人。这个因为弥勒佛来降生的时阵。因为咱人啊，几百吨悬，哈啊，这个弥勒佛啊，弥勒佛嘞，伊这道地，这是56亿7000万年的预言就对了。伊就讲讲，那有这个人头虫，那有这些虫啊，怎么样尿尿酸？那就弥勒佛就开始讲，袂使安尼诽谤。这个是顶一尊佛，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哈，天下尊者，伊为着要传这个袈裟。一佛传一个啊，传给我啊，所以啊，伊要将这个袈裟传给我，所以伊立定伫个基督山56亿7000万年，今仔日交予我这个手，就是我手的兄，这个袈裟，这个袈裟啊，偌大领你敢知？拄啊，咱两弥勒佛的两支指头啊，咱即卖袈裟就是我这个就这领哈，这领袈裟弥勒佛出世的时阵，有人真个大汉，指头啊，拄啊看安尼，看两支指头安尼，看安尼，啊。也差不多这张纸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安尼。甲恁讲，咱即卖人的细汉到安尼，啊，啊，差不多，假设差不多像安尼，啊，弥勒佛安尼，拗起来，我两支砖头啊，56亿7000万年的假设，放伫个弥勒佛的砖手端，两支砖头啊大。迄个时阵，查某人500岁才结婚。那咱即马500岁老处女咯，那啥物人要来？迄个跌停板咯啦，500岁，卖讲500啦，40嫁不出去就跌停板咯。我500岁对哈？哎，这就是听经典的好处，就是讲，因为足侪咱唔捌对哈，啊，过一款故事通听啊。听经典的好处就是安尼，啊，到尾照安尼念，你嘛会晓啊，对？听经。所以爱来听经的意思就是好处，就是伫遮书捌，如同甲恁讲，我阿恁唔捌看见，那是听起来啊，阿面加捌真济。这诸尊者未曾离别啦，拢无离别，离了凡啊。所以佛赞叹啊，啊，伊就是头道第一，伊伫个基督山啊，离别灭尽定，以待弥勒佛出世。请打开118页，圣道登的第一行，请打开118页倒数第一行。文释尊者，就是摩诃迦旃延。那么，中国话叫做大文士，大文释。是南天竺国婆罗门境，天竺就是印度，就是南印度一个国家。啊，婆罗门，这个、印度分作四个阶级，叫做四大乘。第一叫做刹帝利，中国话叫做王种。简单讲就是，这族拢是王家贵族。第二叫做婆罗门，中国话叫做净义，就是净天苗裔。净天就是梵天，简单讲就是梵天的后代啦，叫做净义。所以咱今麦来讲啊，讲梵音。哎，就是讲，因为这声真好听，是为大梵天王遐传落来，
那么印度人感觉讲为遐传落来是一件真骄傲、真值得安慰的一件代志，所以伊叫做